程楚墨和小慧老师刚约会完回到家中，乐滋滋的躺在了沙发上。嘿嘿，想不到我程楚墨也有春天呐！正在程楚墨闭上眼睛感受爱情的甜蜜时，突然出现三个壮汉。程楚墨，你给我起来！老爹，你们咋来了？你这腻子，你真的不顾你老爹和家人，待在这儿不肯回大堂了是吧？老爹，我暂时还不想回去啊。逆子，你跟不跟我回去？我不。 老夫可不是在跟你商量此事。下一秒，程咬金直接将程楚墨捆了起来。臭小子，跟老夫斗，你还太嫩了。子，陛下，咱们回大堂。嘿嘿，果然是一物降一物啊。